这几个抢图的，好像是你们哥俩的手下。哦，爹，这帮小兔崽子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百花图的消息，这一时起了贪财之念，这山上的人我看真靠不住啊。这几天你发现了吗？你哥他有点行踪不定，会不会是他？哦，爹。 这个您放心，关键的时候儿子知道行踪，绝对不会手软，这就是下场。大哥，你哥私自救了刘先生，准备下山，舵把子让你一起去抓他，你说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啊？ 说呢？当然要去了。杨金宝只是在试探我到底有没有异心。快追！ 别追了吧！啊，你们是亲哥俩呀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啊，你这是想逼着我们兄弟相残呢？你这么喜欢看戏，我就演给你看。你们是义奶同胞啊，不能下这种毒手。啊，爹，您放心。 这山上的规矩比什么都大，一而明白。我哥他不忠，就别怪我无义。弟兄们，给我接着追，走！刘先生。 已经出了八卦林了，歇会儿，啊！小兄弟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廖先生，您是解放军，对吧？是。我呀，那会儿听您跟杨金宝说那些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。这土匪祸害老百姓，一条道走到黑。 他迟早是个死，走，快跟上！你想参加革命吗？革命，对，是黑话吗？革命不是黑话，革命的意思，就是要推动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革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谁祸祸老百姓，咱就革谁的命？对，革命这词儿我喜欢。 好，我革了。好啊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散开！我让你们追我，你枪法不错吧？哎，刘先生，我打小啊，跟我爹上山打猎，都是我爹教的。 您就先交给我吧，蹲着。哎，带刘先生到前面的岔路口等我。哎，哥，你千万小心点啊！我没事，我等着你啊。您放心吧，说好了，我还找您革命呢。那咱们说好了。哎，刘先生，张快口啊！哎，大哥。 Thank you.
你们都给我冲出去！大哥，弟兄们都知道你哥的想法，谁露头就是死。你们待着别动，我去。哥。 是我，你亲弟弟，小姨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一块下山，咱们投解放军去。下山？能去哪儿啊，哥？你别忘了，义父对咱们有救命之恩。 咱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，哥，听我一句劝吧，回山上，我陪着你给义父倒酒赔罪，我保证你没事儿。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姨，你告诉我，咱爹他是怎么死的？ 爹是掉到陷阱里扎死的，咱爹是莽修山最好的猎手啊，怎么会掉到自己的陷阱里面扎死？再说了，你好好动动脑子给我想一想，从小到大，咱爹从来不在陷阱里面下刀子，咱爹从来都只是抓活物，怎么能让自己的陷阱给扎死？ 小姨呀，小姨，咱爹是给人下套害死的。我告诉你，他杨金宝，他脱不了干系。你胡说！这血口喷人，这不是真的。好。 自己心里要是能过了这个坎儿，你就拿枪往哥哥这心窝上打。你给我往这儿打！哥，别逼我！你连打枪都不会了？爹是怎么教你的？啊！手别抖。 气要匀，你给我瞄准喽！小姨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给我记住了。 你要是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绝不饶你！